哎呦，哎呦，耳机，这是耳机吧？这样的一个耳机。苦无缠宝。哎呦，就这么差的。就是这样，哎，看跟那个啥一样啊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行，还行。哦，能感应的，就个感应键，不是暗的，是感应的。哇，我喜欢这个颜色，我喜欢这个颜色。这个颜色好看。嗯，关灯看看，还关灯看看。歪了。还是有点质感的啊，这个看起来就跟我看到的差不多了，这么看。三明治，
靠！一开一关的，哎，人就莫名其妙死掉了。干嘛呢？防区才是我的主战场。哇，好多人偷我，我受不了了。我操！不是。看你有多少。我看你有多少。这不好，我应该这么放的，这么放的只能隔它一小块，你看这么放就好了，它只能走这一块，我放中间的这一左一右的不好，不能让它走中，不能让它拉扯。
这么多人吗？什么逼动静？钓鱼哥送音效飞机了，音效飞机是有音效的，大家可以到时候送一送音效飞机啊。如果就想让直播间的兄弟们听到那个你想说的话，送飞机就可以了，就可以说。脱甲没用啊，我失误了，脱甲了，跑不掉了。拜拜拜拜，下了，拜拜。